声音不小的，宝贝，戴耳机的，这么大的声音、啊、
出去，别人都说我瘦，我真的没用，因为我。
可以过来了，现在。你说啥？你还要带个人吗？你不是自己来呀？喜欢的了。
小学的时候看，我忘了。
着我就跟他说他来了，我就想不要着急，我还早着呢，我也没事情，我明天我不着急下播。你们礼物要不到24的话还能看一次福利，谢谢干飞。10点钟开始，9点钟开始过生日的，我9点钟过去，我1个小时。